Gucci 有这个合作，也非常非常荣幸成为Gucci 珠宝跟手表的全球的第一位这个亚洲代言人。作为我自己来讲，我们非常非常开心。那么在我们合作的这段时间里呢，双方都希望可以做得更多。那么当Gucci跟我发出邀请，希望做一款我们之间的合作的产品的时候呢，我给予了一个特别的建议，就是做一款环保系列的手表，然后我们会把这一款手表所有的收益捐给 UNEP。那么以前我知道Gucci是跟做了很多慈善的工作，也都把他们的一些收入捐给联合国儿童慈善基金会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把其中的一部分收益会捐给这个UNEP。那么在我们的合作过程当中呢，Gucci我们跟品牌我们常常一直在保持这个意见的沟通。那么在最初表的设计上面，以至于到最后整个作品的完成上面，应该说是我们合作的非常的顺利，品牌也特别特别的支持，并且非常的能够理解。作为我李冰冰我个人的公益品牌 LOVE Love 这个想要阐述的理念 slogan， 我的 Love 的这个公益产品的 slogan 就是有责任的生活 responsible life， 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都应该履行自己的义务跟责任。